超越女的明星张智霖和袁咏仪。张智霖和袁咏仪，一个是歌手出身后接拍电视剧，一个是港姐出身后被发掘出任电影女主角，两人几乎同时踏足影视圈，但张智霖一直在香港 TVB 处于二三线演员，袁咏仪则凭借《新不了情》和《金枝玉叶》连获两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演员。不过如今两人都已过不惑之年，张智霖身材保持完美，昔日港姐袁咏仪却变成了路边大婶。今年张智霖凭借《冲上云霄二》中的阔模形象俘获万千少女的心，于是袁咏仪在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都会被问担不担心老公太受欢迎而扛不住。我也蛮骄傲他一直以来都拥有这个非常好的条件。最好多一点吧。为什么？对吧，因为好东西不要浪费嘛，给人家多看一点。